这小虫，把这叶咬的是这样的。又拍到好看的照片了。这虫子把叶子，这是做剪纸一样的。 我给你个栗子吃，我给你掰还是自己吃？ 哪年留的学校教书啊？我那是研究生以后，八零年的。六四年毕业出去，然后就到社会工作去，工作了到七八年才外边浪了十四年，才回去。 穿那个底儿薄的鞋，对，你反正就是斜宽了也不行。对，两边都粘上了，你就麻烦。我其实感受很深的就是在刚开始，那个就是感觉，其实我觉得我。
四年半我带带他出去。再干一会儿。哎呀。生命的东西啊，这底子底下画的随意一点，无所谓。嗯，这里刻出来以后，它有一个就空间拉开了。对对对。嗯，它那个就把原来那个形成的什么都破坏掉了。对。嗯，有它自己的秩序。月牙真好看，这个是个立体环绕音的音箱啊。这是那种叫什么啊，随便找一个什么的。这个吓唬狗的，我也防着摔倒。
别叫啊。嗯，在这儿，儿，在这儿，在。我拍那个电线是白的。啊。就在这儿拍的。早晨那电线唰，那个阳光上面过了以后就照着白的亮。小蜗牛，上次我拍那个蜗牛，就是它爬到这儿，爬到这个，爬到这儿，哦，拍的，哦，嗯，我让你那电脑上那两个黑点影响打字吗？这看不见了，看不见，就像一个你屋子有一个挂钟，它咔咔咔咔，你越小的注意它的声越大，你不注意它一点声都没有，这个不影响，我错错行就行了，对吧？讲笑话，谭全书做系主任的时候。有一次开全系教师会，约定是8:30开始，8点了也才来了一半，因为教员住家分散，远近都有，有骑车的，有坐公交的，准点到齐的时候几乎没有。
那天李华先生是准时到达的，老谭跟他说，您再等一会儿，其他的人差不多就该到了，那么早来的把水喝了，把烟抽了，把厕所上了，剩下时间站啊枯坐着，有的人已经是准备眯上一觉了。老谭说，哎，要么我给大家说个笑话。大家说好啊，老谭就讲了，讲完了大家都笑的是东倒西歪的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。李华先生没带助听器，看大家这样高兴，就问身边老谭大家笑什么。老谭说，我呀，李华先生赶紧把助听器带好，我呀，我说啊，趁几位老师还没到，刚才给大伙说了一个笑话。李先生说，是这样子的哦，他广东人啊，是这样子的哦，那么我也来讲一个，大家鼓掌。这个笑话先生讲的自己高兴起来，最后把包袱一抖，摆摆手，就等大家也笑，可是谁也没笑。原来先生讲的跟老谭刚才讲的是同一个笑话，老谭把实情跟先生说了，先生点了点头说，是这样子的哦。这一下大家才哗的声笑起来了，笑的简直是前仰后合了，哈哈。哦，突然这件事情挺有意思，就记下来，是吧？他可能是一下子跑到20年前，是吧？嗯，也可能是昨天发生一件事情，那只要记住了，就把它不断写，所以它就等于一样是往里边凑。所以就叫凑合集，是吧？是这样。